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兰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达达特工。好，那旭哥这一集攻略要分享这游戏最多组的礼包嘛，最新的圣诞节的限时序号啊，跟着旭哥爽爽的拎起啊最强的福利。那我会分享这个游戏啊，这个可以免费拿到很多好用的神装，四种免费的好用神装 S 级神装。那这个隐藏版的神角凯蒂斯的入手方式啊，都在这集攻略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续保序号，独家最新。好，那旭哥就来分享达达特工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啊。最近有这个最新的圣诞节序号，跟着旭哥爽爽的拎起来。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的这个选单，选单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这个左上角一个设置，设置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这个右下角，右下角一个复制 ID， 我们把这个 ID 复制起来，按这个复制 ID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到这个网站 gift.survivorio.com。这个网页 gift.survivorio.com 到这个网页就可以兑换礼包码了。那我们 gain ID 就是刚刚那个复制贴上 ID 呢，把它复制贴上。旭哥刚刚已经复制了，这边贴上就可以了。那 reward code 呢，就是这个礼包码，我们输入大写的 XMAS2022IO。接下来这个验证码，大家注意这个验证码，你可以多按几次，就是可以跳出一个新的这样，因为它有时候会验证失败，所以你验证码可以输入前可以多按几次，这个是一个小技巧。那因为旭哥有时候也遇到，所以多按几次之后再验证就比较容易成功了。好，那我们按这个 yes， 它就显示这个 congratulations， 然后就表示我们兑换成功。那接下来就到邮件去领取这个最新的奖励就可以了。20THANKSGIVING22 好，那这个验证码大家可以多按几次再来输入，免得就是它又没办法验证，所以可以多按几次，像这个是6066。好，那接下来都输入完之后按这个 Redeem， 接下来按这个 Yes，它就会显示这个 congratulations， 然后它这个就是会寄到信箱这样，那我们到信箱去领取就好，就表示兑换成功啦。那么 game ID 就是刚刚复制起来，然后把它贴上去，把它复制贴上。像旭哥是这个数字嘛，一大串。接下来呢，这个礼包码 rewards code 呢，就输入礼包码 HALLOWEN31。那输入这个验证码，那有时候大家验证码会错误，你就再点一次，然后再重新输入就好，很简单，就是那个数字可以再换，换一个新的数字。那我们接下来按这个 redeem， 接下来按这个 yes， 它要显示这个 congratulations， 然后这个就是兑换成功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接下来一样在这个网站这个 game ID 呢复制贴上，然后这个礼包码 rewards code 呢，输入这个 pumpkin， 那接下来输入这个验证码，那验证码一样，你只要就是它显示错误的话，你就再点一次，然后就重新再输入这个数字，它数字会换嘛，再重新输入一组就可以了，再按 redeem， 接下来按这个 yes 的礼包码，那 game ID 呢就是复制贴上，刚刚有复制嘛，把它贴上去，然后这个 reward code 呢就是这个礼包码了，你就输入这个 maple， 然后 leaves。MAPLELEAVES， 然后接下来输入这个验证码5929，然后再按这个 redeem， 再按这个 yes， 它就会显示 congratulations， 然后就表示你兑换成功了。那之后到信件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到画面的左上角选单点进来之后，点这个左上角的邮件，这边就可以领取这个礼包码的奖励了。最新的圣诞礼包码200钻在这个实体。那之前有一些像是节日愉快这些钻石啊福利都可以把它领起来。这边很多福利，跟着旭哥爽爽领起来啊。好啊，目前就将近3000钻啊。
好，那旭哥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活动福利好了。我们点画面右上角，右上角点进来之后有这个活动啊，最新的活动圣诞嘉年华，这次的活动福利非常的棒，可以抽到 S 级的神装欸，有两个 S 级的神装，像是永恒手套还有永恒战靴都可以抽到。那兑换这边也有 S 级的这个追光者， S 级的光剑，再加上 S 级的永恒战衣啊，哇，四个神装都可以入手，超爽。那每天解这些任务呢，我们就可以拿到抽奖券啊，圣诞奖券，还有这个像是圣诞帽这些福利。好，那旭哥就来抽一下吧，抽看会不会中奖，可以解锁，那还可以机会获得这个凯蒂斯。好，我们中这个十钻，这个蛮好玩的，很像在玩那个刮刮乐，有没有？好。又有点像在玩冰果，就是那个画一条啊，这样就有什么奖励这样。好，获得一个装备，好一个图纸，这个蛮好玩的，大家可以多多来玩啊。又拿到一个，抽起来，好，又拿到一个装备。好，奖券用完了，奖券你可以花钱买，或是说你可以透过解任务来获得，都可以。那兑换这边也有这个 S 级的光剑，这个可以换，然后也有像是这个转蛋券、高级钥匙，这个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还有这个自选礼包啊，这些蛮推荐可以换这个 S 级的神装的，哇，这次的福利蛮赞的，可以抽奖玩，可以玩兑换，所以大家好好把握最新的福利吧。那旭哥继续来推一下主线哈，解一下主线啊，开宝箱啊，这些都可以拿到这个任务。每天领两次每日挑战宝箱，还有快速巡逻，这些方式都可以获得。好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，可以拿到 S 级神装，四个 S 级神装，还有这个是那个猫咪的装饰品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次的福利真的很棒。好，那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圣诞嘉年华还有一个重点啊，就是我们只要玩这个抽奖100次之后呢，可以免费拿到这个特工隐藏版的神角凯蒂斯，在左上角这只凯蒂斯，这只很可爱的猫。那还有这个医疗型无人机啊，这个隐藏版的神角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入手哦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可以免费拿到这个隐藏神角凯蒂斯。所以这个100次大家就是可以抽一抽，可以拿这个转蛋券抽，或是说用钻石开都可以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圣剑节最新的福利呢，旭哥就分享给大家了。好，这是最新的序号。好，那最强的攻略、最新的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，都在旭哥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，大家记得订阅频道。